请以一个舒适的姿势坐着，保持脊柱与颈部的竖直，肩部和胸部放松，闭上眼睛，现在我们做三次腹式深呼吸。吸入生命，呼出所有紧张。吸入光明，呼出所有紧张。吸入和平，呼出所有的紧张。感觉心的安宁，然后自然的呼吸，放松身体的每一个部分。当你吸气时，意识到身体中任何剩余的紧张。当你呼气时，让那些紧张自行消散。请专注于呼吸的节奏，让自己越来越放松。如果有任何念头的出现，只需意识到它们，不做判断或者辩解。轻柔地把你的注意力带回到舒缓的呼吸上。我们现在进入三分钟的静默。
现在，让我们提升我们的意识，超越低等三身。我们确定并认知，我不是身体，我是灵性的自我。我不是情绪，我是灵性的自我。我不是思想，我是灵性的自我。此刻，观想我们围坐一圈，沉浸在光与生命的无尽海洋之中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光的渠道。在莲花中心形成一个花瓣，在我们的外围，天使们闪烁着色彩和声音。以上升的同心圆的方式，铸建这朵巨大莲花的外层花瓣。当我们渴望与神圣的生命融为一体时，我们的莲花圈像灵性太阳的金色光芒打开，在内在世界绽放。
此时，我们以一个整体呼唤并想象预疗的能量降临到我们的莲花圈中。使身、心和思维恢复活力。当我们这个团体上方的灵性太阳，把它的金色光芒倾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时，我们得到预疗和整合。现在，让我们以团结的善意和慈悲，召唤天使们，作为世界灵性预疗的渠道，预疗天使们啊，来吧，来帮助我们吧，来吧，请闪现你们所有的光辉，与我们一起，并通过我们放射出你们预疗的生命力。让我们一起预疗世界的痛苦和悲伤。
现在，我们把我们想预料的人放在莲花的中心。与预料天使一起，我们将预料的能量注入莲花。用金色的光淹没他们，使他们恢复到整合状态。哦，隐藏的生命，震动在每个原子内。哦，隐藏的光明，闪耀在每个生灵中。哦，隐藏的大爱，将一切拥抱在怀里。愿每一个觉得与你合一的人，知道他也与所有合一。现在，将意识的光明中心带入思想，用光来映照思想，带入情感，让它被爱与和平所淹没。带入身体，让它充满健康与活力。
让我们带着感激之情，把我们的思想转向神圣的宇宙和天使们。认识到我们与他们合作的力量，保持对无边的光之海洋以及所有生命一体的意识，让我们慢慢恢复感觉和外界的声音。当我们从冥想中出来时，我们确认我们对内在之光的专注，愿众生平安。